希望每个人能够吃得起自己喜欢的菜，小烟火里的声音节目历时半年，九位群乐人走进广东的十一座城市，因为一个理想，因为一首歌，登上城市的舞台。你们居然都背着我偷偷比优秀，我以为的朱志鑫，我还在考什么？考了，考不到。实际上的朱志鑫，时间过六的舞台的同时，你又一场进保送高中的学霸一枚，我以为的严浩翔。实际上的严浩翔，小提琴拉得非常好，之前只是因为两年没接触了。我以为的王俊凯，王俊凯，我以前配过一个 MV， 如果你没听过我唱歌，那么你就 out。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 Singapore。 实际上的王俊凯，It is a great honor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。男生漂亮起来就没女生什么事了。这句话你敢挑战吗？他的领结有刷酸，专研刷酸素，专研实验室专研刷酸素，专业刷酸，刷酸素专管刷酸，刷酸素专管刷酸素专管刷酸，职业医生啥来着？成也医生专。前面陆兄是这样的，唱歌跳舞，我现在真的很累，随时随地想回家。对，我现在还想回家。今天他们毕业，而我下班，但现在他是这样的，而我正在为不同的挑战努力，一直按住。快和李老师一起参加余额宝湖南卫视毕业礼。没有任何人选我，那个时候从电话就没有任何选我，今天也不会有人选你。狼，没有你投我，你快投死我！我绝对投你，我也投你。狼，如果你投出去，我一定是你的帮凶，把我投出去的。反正你已经踩死我了，那我也踩你。狼，我的记忆，我的能量，我感染到了两位嘉宾。来，来，我关你，你还我后，关死你，关死你！你看这气势大的样子，仿佛看到了上一集的我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？